学堂是花莲县政府社会处为了我们偏乡长者的学习服务而设立的计划。那为了克服我们本县长者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说资源比较不足的社区，做一个行动式的学习车的服务。那行动学堂最主要是受到我们花莲县县长的指示，从106年开始开办到至今，也越来越多的社区以及单位共同加入我们的行列，来享受这样子的长者学习服务。那我们行动学堂自从3月1号开始开办，那今天是来到我们甘城社区。我们每一次都会安排不一样的课程跟活动给我们在地的长者来做学习。那今天来到甘城社区，我们安排了除了英法体适能之外，还有我们的香氛课的老师来带领长者一起来做手作的部分。像这个行动学堂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那每次只要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就会请社区总干事呢泼在村长的群组给大家报名，那大家也非常的踊跃。信息泼上去的时候，2-3天就满了。满天星，或是不满天星。为什么会想来学习这个东西？蛮好的啊，这些活动啊，然后学点新的东西，而且我蛮喜欢这些香香的、漂亮的东西。那以前有参加行动学堂的课程吗？参加过。那你觉得这样的服务怎么样？很好，很喜欢，对。而且又有运动。每次学的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对大家来讲都很好。对，很好，而且打发时间也很好。行动。